上孔尼基哇，大家好，现主席，咱今麦一个优酷哈嘛，日本横滨中华街。哦，有啥咪啥咪风搞到吹来家？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？说来话长了哦，这大概是可以从三天前说起的，就是一个念头。那时阵啊，这里开去樱花宫那个航安嘛，他们有决定说要首访东瀛。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，哦，后来公司真的忙不过来，然后我就放弃要来日本的念头了。就在前三天，没吃没睡呢，心里那个念头一直浮起来。后来毅然决然，行啦，我就请我老婆订机票、饭店。三天前才决定好要来日本，行啦。算了，就当作是妈祖跟信公公要让我来日本放松一下。好，这台的其实我得日本的赤兔嘛，日本他们的这种共享的东西真的做得非常的方便。来了，日本横滨关帝庙哦，这如果不特别说，还以为这是台湾。日本横滨关帝庙，他们早在1862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华人街就有在拜这个关公，那时候只是一个小祠堂，哦，啊，经历过无数次的重建之后，才有现今的规模。虽然这是一间相当有台味的一间庙宇，不过它还是有日本的规矩，就是我们旁边会有先有一个金香纸的这个，还有这个庙会的呀，都是一样啊，跟日本的这个神社寺庙一样，都会在旁边先买一买，然后再进去拜拜。哇，我想买这个，还有纪念意义啊，还有一个1200啊，相当于4342，乔沙巴。哎，横滨关帝庙，通常我们这些人的纪念品都会是牛。挑灰的呀，这个买金纸全自动化六台了，自动贩卖机。啊，不过你就是点一点啊，然后还是要去那边拿。哦，那来看一下它的行情，金纸一包1000，哦，金马桥220、230，哦啊，这一包特大包的超500，哦啊，一个人点香这超100几块，哦，行情真好。啊，这金纸五包10000，超2000几块。哦，所以在日本拜拜其实不便宜，哦，非常不便宜，就一人份啦，一个，哎，确定，啊，先要买一人份，确定，阿德落钱，淡薄仔像在买火车票，哦，有点像在买火车票。这个是你的金纸和线香，谢谢。哎，直接拿上去，在上面神殿门口可以点，可以点。哎，对，从这边上去。好，谢谢。啊，那日币1500了，1500哇塞，懒得算了，好几百块。哇，香不能拿进去里面，然后里面也不能摄影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参拜完毕了。它这个日本关帝庙，其实它就是这样一个殿而已。哦，啊，架殿就是关圣内宫、关圣帝君、龙边观世音菩萨、那个托底宫，啊，后边这边是地母娘娘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跟他确认一下，说我可不可以从外面去拍关公的神像？他说可以。浓浓的日本通。现在越来越多人涌入关帝庙这边了，因为他们今天是有个祭典的。刚他们在这边举办这个祭典，在这边团拜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熟悉的面孔在上面了，相当的熟悉。他眼睛瞪得好大，他瞪得好大。永华宫沙顶，三镇贼回人机来，好猛啊，好猛！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沙顶？哇，贼回人机来，真的。阿拉行阿妈底啊，哦，阿人家重型。我们在日本啊，各位，我们在日本横滨。这本合照剪来噻，我们在日本横滨，今天是神户一跟着沙丁一起出来，不是陈永华参军，如果是的话，就整趟日本都被定一整路。他们下午2点开始绕境，现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们先来寻宝一下市场通问号。我刚才走进这一条，就有看到2-3家在卖给白的，还有珍珠奶茶。这个我们对给白跟珍珠奶茶可是很挑剔的哦，因为听说这有很多其实是很多国家的人来说，包括他们当地人也叫做台湾料理。只要你开头见面跟讲台语，他可能就回不出来。啊，对，珍珠奶茶台语怎么讲？珍珠奶茶吗？有给白无？
给白。你好。嗨嗨嗨。啊，没事没事。还跟我说你好。其实用台语问候这个不太准啦，因为搞不好是台湾人开的，只是他请的工读生是大陆人跟日本人。台湾九份，台湾啤酒哎、欸。我发现他应该是台湾人，因为他刚刚说来加马西，有一点台湾腔。台湾人啊，不台湾人。不台湾人哦。你叫谢桃贵，谢桃贵。哎，你是来玩的？没有，我在工作。你在这边工作，你怎么知道我？台湾的观众，哇，也是特别来看妈祖的。给侬妈祖的音呐，恭喜妈祖的音，恭喜妈祖的音呐，在横滨这边相会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多年的支持。你也当，你也当听吗？哎呦，所以正港台湾人开的叫做横滨炸鸡排，啊，不是台湾人开的叫做台湾炸鸡排。对对。你若讲写台湾的哦，有诶拢差不多十间，差不多九间，毋是台湾人。咱先来一杯真奶了。对，我真奶。正港台来的，台湾的。眼泪在眼眶。这下你来遮几年啊？我来，很久。很久诶，你台语讲啊遮好，可能无偌侪年。我来，要到50年啊。你来要到50年，你无袂记你咩讲台语啊？对啊，阮先生嘛台湾人。主题下嘛是拢讲台语较济，对对，阮两个拢讲台语。嘿啦，安尼较袂袂记。正港的台湾真奶伫遮啦，感觉很奇特。台湾味，它有一点像是早餐店的奶茶，就是真的很传统的那种真奶。这真正是阿嬷停留在五十几年前那一种口味。不，五十年前不是真奶啊，不，就是没有太多商业气息的真奶哦，停留在最传统的那个时候的真奶，好好喝哦，真的好传统哦。阿姨啊，谢谢啊，真正的正港的，真正的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谢谢阿嬷将这么传统的真奶带入了日本，虽然只是一杯简单不过的真奶，但对在外的游子而言。这是对家乡无尽的思念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阿嬷的真爱。哦对了，其实阿嬷在卖九份藕盐还有肉掌包啊，只是我今天比较想吃鸡排，呵呵。横滨妈祖庙，哦，横滨妈祖庙，那它是一个八卦楼的造型设计哦。好，啊，一样，在楼下这边有一个金香铺贩卖。横滨妈祖庙它这个历史其实没有很久，它在2006年，当时为了庆祝这个横滨开港，哦，开港纪念150周年，哦，大家新建的。它只是最早期这个横滨就有妈祖的信仰，据说那个时候也是安奉在这个关帝庙那边。我来讲诶，华人信仰圈离不开关公跟妈祖，哦，这是结论归中华街来的。一样，我们就买个护身符来做纪念。哦，全世界要去哪里买到这种妈祖的会嘛？应该只有日本有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吃鸡排了。哒啦，哒哒哒，阿志阿志一烧烫，好搞笑，难怪他放这个烧烫的，这个闻起来的味道，我首先这真的是真正是台湾的味道，真的真的，我刚刚是用闻的，就是台湾的味，有一点像那个，等一下，等我先吃完，有点像什么？那种什么三重木瓜大王那种啊？有点像那个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一集没有实验对照组，哦，就只有一间。你要叫我短时间吃两个鸡排，不可能。我在降温。好，没干拎的，我觉得现在头有点晕了。我们现在他们绕境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可以回去关地庙。哦，我这规房拢坐火归来嘞，大阵仗的嘞，大家抢拍了。天主教那块卵大男性皇宫。好奇怪，来跟你本来坐近。有一种仿佛在台湾的感觉。日本的东啊，卡哇伊。
哇，有点厉害！准备这个水给他们，啊个拍摄不讲的，啊大家都一直管。哦，大嘞大嘞，咱才有上帝讲哦。
于现场收音困难，我们这边做补充。哦，这位年轻人他是因为来日本留学，然后起初只是请令旗过来，哦，后面留在日本工作，所以就把上帝公请到日本来这边来这盘。哦，这也是最早期的，就是咱登山过台湾，也请到咱家乡的先民，哦，来去家乡落地生根。哦，啊，这一次会来这边接驾，是因为当时在台湾他曾经有请上帝公去开基华宫那边做客过，哦，因为这一面之缘，又听闻开基华宫的信王公要来到横滨这边，哦，所以他专程，哦，搭车，据说搭了3个小时来到这边，哦，跟人家借场地，哦，来采香哇，哦，来接驾，哦，是相当感人的一段故事。地主名也争气，啊，再去听阿将，哦，甲你放心，啊，得不得？看咱有感动无？不管行到底啦，不管咱台湾人行到底，行到倒一个国家，信用这个物件就是咱精神的寄托。哦，咱远渡重洋来到这，哦，来到这人生地不熟，啊，咱有咱的生命来到这，好，咱会干嘛？我说不出这种感觉。你敢洗菜头？哎哎哎！你好，你来家乞头啊？哎，我来家乞头，我家乞来。圆满啊，圆满！啊，哦，继续我的日本之旅。哇哦，皮卡丘！规工的皮卡丘，这是什么？成龙。